人生无需过于执着，尽人事安天命而已。选择了，努力了，坚持了，走过了，问心无愧就好。至于结果怎样，其实并不重要。人这一辈子无非就是个过程，荣华花间露，富快草上霜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得一些什么，失一些什么，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，孰行欲般自在，像流水般洒脱，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。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会因为经历、背景、阅历、不同文化等而产生误解甚至冲突，心怀善计，努力化解，化解不了避而远之就行了。世界有时候是很大的，而胸怀也要宽大一些为好，专注于那些好的、向上的、积极的、真心关怀自己的，而不是相反的那些，对后者忽略、遗忘、只知一笑。务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，遇到爱你的人学会感恩，遇到你爱的人学会付出，遇到你恨的人学会原谅，遇到恨你的人学会道歉，遇到欣赏你的人学会笑纳，遇到你欣赏的人学会赞美，遇到嫉妒你的人学会低调，遇到你嫉妒的人学会转化，遇到不懂你的人学会沟通，遇到你不懂的人学会理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